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然后今天要回家了，异地待了10天半个月了，减肥成直供不知道，但是估计是瘦了。我从来不量体重，你让大家看应该瘦多少，瘦了点啊。然后今天回家了，俗话说得好嘛，上车的拌面，下车的烤肉。下车的烤肉的话，那咱们要去口岸了，是不是？要不然咱们实在不行去口岸吧，再姐夫家再玩上两天，然后给自己把那个底气，就是吃上点烤肉，把底气养一下啊。咱们去，我已经一个月没吃拌面了，咱们去吃上一个拌面吧。正儿八经一个月，差不多一个月没吃拌面了，馋得不行了，想想都开心啊！咱们去吃个拌面。哎，这葡萄咋卖的？这葡萄？这是吐鲁番葡萄，12块钱。哎，你葡萄也下来了吗？吐鲁番葡萄干？这是咱们自己园的葡萄。咋那么多娃娃？你的娃娃吗？弟弟妹妹吗？这是你的？就是。啊，那么多娃娃吗？你给我称称咋？苹果咋卖的？苹果？苹果5块钱。5块钱吗？哎，2公斤苹果称啥？那桃子咋卖的？桃子？桃子7块钱。桃子7块钱，嗯，2公斤苹果，2公斤桃子称啥？你们家几个娃娃？这个？咱们娃娃多得很啊，我们这是那三个。就是好好做生意对人的，弟弟妹妹那么多。我在上学呢，今天放假2天才开始。哦，好好好，行行行，你把这苹果买上面。2公斤苹果，这桃子拿上2公斤。这桃子多吗？你把这桃子装上面是啥？行行。啊，好。小朋友，这是最小的吗？这个？这最小的，最可爱的，最可爱的。那个，当哥哥有哥哥的样子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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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午饭呢，阿姨啊。你们送点苹果给。他不要。拿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我们自己家房子多得很，这个。我说你们全部拿，你们几个人分掉吧。好不好？谢谢你了。哎呦，你这个果子多得很，谢不上，不用谢，不用，你们拿着吃行了。你们几个人分一下，好吧？哎呦，他们这好吃多呀，样子样子东西都有啊。知不知道吃啥了？肚包肉看着攒劲，羊蹄子，拌面肯定要来一个。咱们吃个啥拌面了？还是吃锅油肉吧。胡杨拌面是啥？咱们吃个胡杨拌面吧，没吃过。咱们搞个没吃过的，然后来个肚包肉，再来个啥东西啊？羊蹄子再来一个。好，饭上来了啊，这是个老牌子锅油肉，这个面不错，看着。然后来了肚包肉，肚包肉我也头一次吃啊，作为新疆人。这是啥你知道吧？这是一把抓，就是烤包子的弟弟，就是他，叫一把抓，就是捏的方法不太一样，馅料差不多。他这老牌子还盖了个鸡蛋，咱们先给他倒上去啊，看看蚱蜢哥这个一份22。老牌子，我有这个肉 K 呢，看着 K 啊，这肉看到没有？肉看着不错啊，肉挺扎实的。现在这肉价格这么多，肉 K 了。咱们开始吧，先从拌面开始啊。他在专门加了个鸡蛋啊，就是在以前那个拌面竞争不是比较大嘛，然后一般人家就送鸡蛋，但现在就是一般备注啊，就加个鸡蛋。这个肉看着不错，就是过油过的没有那么横，这一份22，看着差不多。这个是叫一把抓啊，其实和烤包子一样，只是包法不一样，它的。就是包子的整体的边角料比较少一点，它是以肉为中心的，烤包子就是边边子多一点。嗯，也好吃呢，稍微有点点区别，区别不大，馅料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它在新疆叫烤包子的弟弟，一把抓。土包肉来一块。
这就3块钱，我觉得可以了。蘸点酸奶干什么感觉啊？试一下。13瓶。嗯，挺好吃的呀。最好吃的还是过油肉。一个月没吃拌面了。他们家菜就是真多呀。嗯，五包肉，纯纯的肉，油特别少。嗯，这口下去太扎实了。今天回家，然后今天又是拉面的一天啊，拌面、猪包肉，他家肉是正儿八经给的多。